逆风行脚活动之后，很多人都很感动，所以我们继续呼吁大家3月16日出来参加挺台湾救民主百万级长逆转胜的活动。这个活动有四个动作元素，大家看我们怎么做。第一个动作就是站出来一步，第二个动作就是帽子缓戴，哎，这样可以。第三个呢，就是竖起大拇指。第四个就是击掌，这就对了。不过有一种人你是不能跟他击掌的哦。什么人？就是仙人，因为仙人的掌有刺，你击掌会很痛。